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一博。看，这是饿了么给我准备的三个秘密盲盒，让我双十一前不许打开。那就选择它了。说好的不许打开呢？一双筷子见证了中华美食文化的传承，象征着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也浓缩了与亲朋好友吃饭时的快乐点滴。饿了么双十一给你意想不到的快乐。10月21日至11月11日，上饿了么搜索1111，跟我一起告别一次性餐具，为环保助力。这个双十一，快来饿了么迎接快乐吧！